店门口有人在写字哦。这写的是什么呀？然后这边呢，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城关，它是最大的一个，就是六个城关。公园里经常会看到一些大爷在练字，一写就是几个小时，锻炼身心吧，真棒。和风变大地，中国人都学棒，对，是不是？确实是。这有点吗？看到？啊，没点，没点，那有点是负，啊，有点是负了。你看，连中国人都搞不懂，正常，正常，正常。这是船吗？船。嗯，大千是吧？千啊啊，千。大学的教授不一定他都能明白过来。对对对，真的不是说那个教授不好，不是，真的中国字太复杂了，太复杂了。您这个是自己写的还是有什么大家的？这老师写的。这老师写的。对。哇。穿前直接上。这笔是自制的还是能买到呢？啊，你走他们。这个就是老师傅做的，嗯，自己做的。你看这不就是瓶子盖吗？哦。他自己做的，看来是真的爱好。打算继续写吗？刚开始。刚开始。好着呢。您家就住在附近是吗？离着稍微的远一点点。哦。一个小时的。一个小时。每天都来这儿写。隔一天，不签证，签证来的脖子受不了，是老得低着头。大爷，您写的这是什么体呀？篆体。认得吗？不认得。这个像个德字儿。静，是吧？安静的静。过了。你写了多少年了呀？写了有几个月了吧？哇，几个月就写的这么棒！对呀，你要写的就是我师傅。真棒，真棒。你现在就开始写，你就是我老师了。不敢不敢。认识吗？这几个？不认识了，这几个就不认识了。怎么认识啊？就这个。哦。静以修身。来，我看看。静以修身。俭以养德。静是吗？静。静。静安静的静。静以养德。修身。静以修身。俭以养德。
就是顺其自然。你们这一天要写多长时间呀？我一般写两桶水。两桶水，两桶水，这得几个小时啊？俩钟头。你有板带来了吗？最少俩钟头。哦，你们拿这个小字板，跟着这个字板学啊。您这主要就是喜欢这个篆小篆，然后就学。也楷书也写，楷书也写，隶书也写，不是都喜欢？其实都喜欢不好，都喜欢分散精力。太分散精力。我觉得这职业主要也锻炼身体是吧？对，锻炼身体，活动头脑，是吧？有时候不是现在这岁数老忘事儿吗？不是，写他对他对你的大脑有好处。好，谢谢您啊。哎，没事没事。